宋康有着帅气的脸蛋和高挑的身材，被视为韩国新生代大势男生。近期因为演出无法抗拒的他，让他人气再度攀升。虽然他在剧中非常花心，但是大批粉丝对于渣男宋江还是非常迷恋呐。最近他代言的眼镜品牌在网上释出一系列时尚大片，吸引许多宋太太前来朝圣。只见他顶着微湿的乱发，一身休闲打扮，脸上戴着细框眼镜，看起来斯文又帅气。接着他戴上墨镜款式，还将上衣袖子卷起，大秀结实的手臂肌肉，瞬间让大批粉丝都嗨翻了，直呼他帅炸啦！